沙地里。哎，出现了，他就是金斑虎甲，穿了一件迷彩的盔甲，六只细长腿，跑起来非常的快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拍到他捕杀猎物的镜头。哎，另外一只虎甲闯进了他领地，两只干起来了。是入侵者被赶跑了吗？太快了，我也看不清楚。打输的那只跑了，打赢的那只还追了上去，想要把它赶出领地。可惜我的三脚架太晃了，没办法追踪。现在回营地车换一个更稳的三脚架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就是这个三脚架。营地车一把螺丝刀都找不着，但却找出了一把电钻，真的够离谱的。来吧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我装备都换好了。快把我晒成咸鱼干了，真的又饿又热，我的身体感觉已经到了极限了。折腾了一个上午，还是没有拍到我想要的那个镜头。野生动物摄影师真的要学会顺其自然，才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先做个午餐，填饱一下肚子吧。下午回到西边的这片小沙地，我能完成任务拍到虎甲捕杀昆虫的画面吗？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小虎甲终于出现了，不过都是看它跑来跑去，似乎很难拍到它捕捉昆虫的画面。看来今天又完成不了任务了。大自然总是不会按照我的计划而演绎，而我呢，只能接受它赐予的所有。在山里待了几天，我的食物吃的只剩下这点配菜，要再待一天，还是直接回家呢？我已经做好选择，回家躺沙发。